有些路没有人能够帮你走，有些路一定要自己一个人走。有一个皇冠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的，当你要得着你的皇冠之前，你必须先进到山洞的里面。历史里面也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他也进去到一个山洞，三天的时间待在这个里面。 Every single one of us 都有一个山洞是我们必须要进去的，我们人生都有一个山洞。 And every single time 我们进去这个山洞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好希望赶快可以出来。我们会开始怀疑我们所经历过过去所有的一切。在这个山洞里面，你就算做对的事情也没有人会为你鼓掌。在这个山洞的里面，就算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，都不会有人去 celebrate。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时刻，你要去想你到底是谁。我们都希望可以尽快的从这个山洞中出来。 But there is a time that we have to stay in the cave. 有些的路没有人可以帮你走，有些的路你一定要自己走，有些的路你的领袖不能帮你走，有些的路甚至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都没有帮你走，只有你自己可以走。在这个山洞，你会受到其他人的歧视。In this cave, you have to face who you are. 你要去真实的面对你到底是谁。就好像是跑到山洞里面 ，He start digging deep inside of a cave to find.The treasure. 你知道最有价值的宝物是什么？你知道什么是找到最有价值的？当你找到你自己，当你知道你自己是谁，当你有非常清楚一个图片，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，这就是找到你自己。